十八篇搭配的金诗，交日林庄永桥受邀会面会拜。日新月异，你们咩人不以进合公义么？施行审判，其案真切么？你不然你们在心中作恶，你们在地方清除你们受所作的强暴。三恶人一出舞台，超越上帝受人，一脸无辜偏照错路，出谎话。四，他们的吐气好像沙的吐气，他们好像石泥的灰轮灰。五，不天行法术的圣言，水中缺连的照住，也是不停。六，上帝啊，求你靠水他们口中的牙。耶和华求你靠挑手中使子的胎牙，切因他们消灭如急流的水一般，他们朝准杀将的时候，将条放阔坐看顿，不因他们想磨牛消化过去，要想敷衍追落每间前面的台，叫你们用剑之手火莫犯威日。他要用神风把枪和扫帚的一千挂起。二十二年间朝廷就报出放弃有差恶人的石中射脚。十二年千年必须二年善人要散播，差之乡各要施行叛贪的上帝。